屏东演武场现正推出古堡哇哇哇特展，包含肚兜、绣花鞋、香包、古钱币、锁具及古地器等等，透过不同主题的古代宝箱，串联起适合学龄儿童，以窥见、密探与藏私为题，用有趣好玩的观展方式，一探前人的生活足迹。屏东县政府文化处，我们收藏的藏品大概有3000多件。对，那我们希望透过演武场这个场域呢，可以让这些典藏品有被活化、被托广的机会。那因此我们就诞生了这一档古堡哇哇哇的儿童特展。那这档展览我们是截取我们藏品里面有关藏名物件，那比如说古钱币，还有以前的地契。还有以前的绣花鞋、小肚兜、香包、钱包等等的这些物件，包括钱从哪里来、房地产的身份证、我的小兜兜、足下的秘密、我的小钱袋、所到之处都是宝、一包在身、万家香等七大主题，结合精选典藏文物，就其渊源、特色与故事，让参观者走入古人私密的世界。展区内呢，我们除了展出这些我们物件的藏品之外，我们也设计了一些互动的小游戏，可以让亲子跟小朋友来互动。那比如说我们的成语里面的填字的游戏啊，以及我们还有一个香包的闻香的体验，还有鲁班锁的体验等等，那可以让小朋友还有亲子的族群来到展场内，除了可以知道我们一些古物件的历史小故事之外，那也可以动手做。展览着重互动体验，现场特别准备了艾草等各式香料，让人领略气味神奇的召唤力，也设计了互动体验游戏鲁班锁，试试古人用木头组成的鲁班锁奥秘。展出时间从即日起至113年2月14日。文化处表示，为配合2023屏东圣诞节活动，展览期间11月24日至113年1月1日，演武场特别延长夜间开馆至晚间9点，欢迎亲子一起来挖宝，认识文物。记者张如英、杨正义采访报道。